我叫努尔麦麦提兹贝布拉，能在邻这里的村民们脱贫致富，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。我希望把新疆的特产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。太甜了。我们阿都市水果资源丰富，内地市场和很大的有空间。我们新疆特产干果、士力呀、水果呀，内地的市场很少很少，找不到。有的地方价格贵，我看到了以后吧。2018年，我们新疆荣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。我们新疆是葡萄干啊、无花果干、西米干三种产品。设备第一次拿过来以后，烘干的那个工艺还不懂我们。我们新鲜，一个一步，好几次死了。我们很多葡萄和那个无花果坏了。18年到19年2年是发现不太好。我要晚上还不回家，等了墙里呢，我写一个病字。几个小时以后，温度多少？10度多少？进攻以后，我们出来的那个葡萄干啊，无花果的颜色非常好了，吃的时候口感还好了，还果肉饱满出来了。我也很高兴。到现在，大家工作前景和内地的市场打开了。现在我们好几个区卖的还不错了，江苏南京啊、无锡啊这些地区，还有那个广州、新疆、成都。2020年是给我一客户200吨的那个无花果干的合同签的，跟不上。第一个是我们厂房少，而且呢，我们员工切的无花果量少。然后我们研究那个无花果能不能切那个自动化设备呢？然后我政府包给他们了。21年给我的96万块，前一发现项目资金，还有我家100万左右的那个钱，用过200万多一点等的设备了。这个设备全部无花果的，安装的时候那个长度是太长了，放不上厂房了，没有空间了。政府帮助那个工业园区有一个48亩地，价格比较低一点提供我们了。现在政府帮助还有旁边的那个10亩地，他们要投资600万左右的那个钱盖个厂房，这个厂房弄好了以后租给我们了。我们过去两三年内，疫情原因，好多个农民那个无花果和葡萄的价格便宜卖出去了，要不卖不出去了。卖不出去以后嘛，我们的企业收购，然后再加工，然后我们每天收购，农民也很高兴了。然后我们的要求是必须要那个质量最好的无花果收购了。我们标准是100平就种植树的无花果，而且呢，那个没有颜色黑的，一次吃的客户第二次找我，哎，那个无花果太好吃了。今年无花果待加工的时间是总共90个人上班了，他们要都是妇女，当地的有我们在这个妇女，我们员工80%到85%左右都是女生，最少是2000，高的是4500左右。这个无花果发到外地，这个代包装以后发到，阿都市政府还帮助开出口代购的那个培训。这个水会以后，我们现在卖少数还可以，不错了，每次有300到400个订单。我只想阿都市的无花果，好不好吃？你看一下啊。我们也还每天发了短视频，推广我们阿都市的木那葡萄干、葡萄无花果和无花果干、西米干。23年9月份，我们公园区的48亩地长方建设弄好了以后，我们的计划最多，总共生产8种产品。未来的发展是那个有机食品，我们已经办理申请是那个绿色食品，市场的空间还很大。24年还25年开始那个海外的市场，我要商量那个无花果发到日本和韩国。